吉祥物。黑色毛茸茸的吉祥物铁鲁哈纳将轻快的舞步开启台铁一年一度的盛事第八届铁鲁便当日。投下金币，转呀转，惊喜扭蛋现身，里头是迷你的火车，还能串联成一列，让民众满额就能带回家纪念。包含了保温杯，以及现在身穿台铁制服，手拿这回的特色商品，从启程的台铁经典纪念酒款，到亮眼橘色 R136 柴电机车头造型的高粱，搭车过程中也有商品可以随身携带，除了收藏型一卡通，还有铁质便当盒、环保随身杯及抱枕等，日估能带动一波热潮。去年的营收是92万，那我们今年的话预计可以破100万。那因为今年我们的主题跟主轴是有延续性的，所以我们后续会有系列商品都会做推出。精湛手艺，真实重现蒸汽火车细致的构造，手工立体纸雕卡片与知名雕刻家合作开发，使用雷射与烫金手法制作，考验设计，就是希望能让更多人看见台铁的面貌。因为火车它是不止连接的地方，它还是传承的过去与现在。所以我们就选用蒸汽火车这个系列，然后来做制作。新手创造经典，六大主题商品琳琅满目，让民众搭乘列车之余，还能有乐趣的生活态度。正式启程，赞！八新闻廖世廷、林柏志台北采访报道。民生八方事尽在一小时，要订阅，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